来玩这款游戏伊格效应。进来了，好了，来战斗了。哎，ついてきた。一気に行くぜ。シュート。哇，他这个招式放出来很有感觉。これより尋問に入ります。これより証拠の提出を始めます。つまり有罪です。那招式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手机还会一直震动，在搭配释放技能的时候。抽到了一位刑警帅哥。按住啊，来一个角色吧，来个妹子啊。身份核验，哦 ，SR 的哦，电视主播莎拉，莎拉小姐，你好，我喜欢你。继续进来战斗了，开始监视。一次耗实体哦。さあ、取材開始よ。没有破盾，好像哦，我靠，那主角那招是怎样？舆论风暴。全体伤害，全弹射击。这一只不是阿卡而已吗？怎么那么厉害？那个刑警呢？我想说他的主角。さあ、取材開始よ。見逃さない。啊，因为有客属的关系吧。刑警是火属性吗？全体伤害，破盾一下 ，nice。真実に近づくため、これがその一歩。必殺技啊！緊急速報です。チャット室で竜巻が確認されました。身の安全のために警戒してください。好厉害哦！以上。然后最让我惊艳的是他释放必杀技的那种想象力啊！哎呦，拿到 SSR 了，花店的店主，花店小姐，来，我们进入下一关。花店小姐，我爱她，我喜欢能干的女人。进来了啊！现在是不是可以开自动了？我们开自动，好好欣赏。我可以倍速好了，不然听不到大招的声音嘞。花店小姐，等你秀大招啊！击破要害了，可以放大了吧？放个大的读取啊！是不是太多人玩了、啊？哎、欸，好强哦！
喂。取材开始哟。これより現行犯逮捕です。这边应该算是副本吧，名称是不一样啦，但多半应该就是打材料、打经验之类的。然后有抽卡，抽卡我可以随便抽吗？可以耶。不过他已经有送我中间那一只妹子了，不够。SR， 哎呦，吉他手，蓝色的，好，这边是抽卡嘛，然后还有哪里呢？差不多是这样了。那现在是在封测嘛，所以我们等到正式推出再好好研究这款游戏吧。算是值得期待的一款游戏哦。然后，刚刚这边可以调中文跟日文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也很不错，是一个高品质的游戏。本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